今天用一个20斤的大西瓜雕刻了一朵花，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我怕你们以后找不到了。因为关注我的人不是帅哥就是美女，一般人我都不会教他，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试试吧。小时的努力，这朵花刻好了，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呢？不如名字就由你们来取吧。主页更新了几百个教学视频，总有一个你喜欢，赶紧去看看吧。记得点赞转发哦，爱你们么么哒。